小可记错新闻主角，莫名爆料，众人看傻眼。请问这一张结婚照是哪对夫妻呢？刘嘉玲、梁朝伟。大家都知道。知道他为什么选不丹吗？因为记者去过，没人都躲不住的。有一年林心如的婚礼嘛，是他现在也是离婚了嘛。那时候啊，谁离婚？林心如。林心如啊。林心如离婚。霍建华。霍建华拿到很多。他们最近还拍到。牵手在路上，大家可以值得调查一下。这是你讲的，我们还没有离婚，还没离婚呢。目前的成绩，麦大哥是6分，年姐4分，盛美姐5分，小葛8分，我哥是5分，目前小葛占据第一哦，厉害哦！来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这一张结婚照是哪对夫妻呢？哎呦，啊！把脸遮住了，看照片，其实很特殊，所以很好认。要写吗？好。对，刘嘉玲、梁朝伟，因为这新闻我有写在不丹的，对对对，不丹，大家都知道，没错，就是他们世纪婚礼，不丹的婚礼，据说好像办婚礼也花了很多钱，而且好像这个衣服是那个不丹的国王跟皇后借给他们穿的，而且那个地方是必须申请要半年以上，然后去的人数是限制，因为不丹是限制人家，就是限制人数去。我记得林奇他们的那个蛋糕，结婚蛋糕是泰国东方文化空运过去，哦，他的外汇储好像也是东方文化，泰国东方文化。你知道他为什么选不丹吗？因为他只限制几个人进去，所以你知道之后你要签证他也不会给你的，记者也去不了。我跟你讲，就躲不住的，对啊，真的躲不住的。有一年那个林心如的婚礼嘛，是他现在也是离婚了嘛，那也不要紧。那时候啊，谁离婚？林心如。林心如啊，林心如没有离婚，还没离吗？霍建华。哎，这太假了！霍建华拿的人多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牵手在路上，大家可以值得调查一下。哎，这是你讲的，我们跟你讲，你谁离婚还没离婚呢？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啊，他们也是要翻到一个悬崖边。也在国外买在一个悬崖边，是林熙蕾啊？不是吧？不是，是林心如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家租了直升机去拍摄。哦，现在有空拍机哦，这很多东西方便很多。来来来，下面一题。请问是谁在身上刺青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身上有刺，这个刺青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在我这儿。这题很简单，就是这个，非常有名哦。有，而且被誉为是什么最美的中文刺青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先写板，写答案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一二三。竟然是贝克汉，贝克汉，王彦贝克汉，你们不知道吗？